因应全球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疫情，台南市长黄伟哲除了指示各单位特地落实防疫工作以外，也非常重视市民朋友疫情期间的心灵寄托。黄市长二月二三出席凌霄宝殿武龙宫举办消灾祈安护国大法会，期望透过全民甲各宗教团体齐心参与，加上各界充分配合防疫工作，顺利度过这摆疫情。吉祥如意。那么，也就是今天举办这个活动啊，就这个因缘啊，是王大敏董事长啊，所以跟市长这样的发起的因缘很难得，而且这个市长有这样的善心啊，所以是非常的可贵啊。台湾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和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气氛啊，跟人文啊，所以希望就不分你我，我们为每一个人付出心力。这次法会由中华国际加淡巴佛教总会仁波切和25间寺庙共同参与，黄市长希望结合宗教团体的力量和资源，共同为大台南祈福，也希望台湾早一日脱离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，世界各国疫情早一日消毒。谢谢各位好朋友，各位里长，各位先行台长，大家对这个国家对咱的社会的关心，今仔日非常荣幸，咱的国际噶当巴协会邀请我们这个仁波切来，我们来到我们大湾武龙宫成为王主委以及各位委员，大家的用心会当和咱今仔日的发挥会当圆满，这拢感谢咱的王主委。还有咱的进调，以及各位委员，大家发心用心，会当予咱的发挥圆满成功。甲听啊，咱的整个的火供仪式吼，请大家会当肃静，会当这个虔诚祝祷吼，希望咱台湾早日脱离新型冠状病毒的这个感染，希望世界会当和平，世界嘛会当。包括中国大陆，包括足济所在吼，韩国、日本新加坡种种其他的所在，拢会当得到平静疫情早日消除。